朝、わしは今日ここに来るのは、君、女王の情報を扱えるわけだ。はい。今後は拝見された専門家は、今日、もうすぐリュウセスク。本部が、制定したの、首絞め計画、もうすぐ火付けする。太好了。宮本将軍が、首絞め計画の司令官だ。恭喜教官。卑职随时听从教官调遣。皇上，首絞め計画の必要の金全部用意したか？早就准备好了。よし。今回、わしはその首絞め計画価値の自信を持っている。必ず全身金やろう。はい。しかし、皇上、我々ここに来る。もしかして。君は負けることを心配するんだろう。卑职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咱们是一家人。よし、家族だ。哎呀，憋死我了，三儿。到家了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们俩过去探探，有没有胆儿？到家了，我早就憋着难受了。要按我的意思。闭嘴，走。走。哎，不行。山来刚刚秀琴姐说过，我们不能擅自行动。哎呀，我们就是去探探，保证不动一刀一枪啊！有罪我顶着啊！对，你们干什么？山来大哥，我们憋得难受，我们过去探一探。不行，原地待命。这场仗肯定要打，但是我们要等秀琴回来。哎，要不我们去查下他们的换岗时间？这样等刘科长回来就可以马上行动了。有道理。阿三儿，哎，你去吧。好，我也去。好，注意安全。走。走。过来一辆车，我去看看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吧。我认识车牌，你掩护我。好，我去了。司令部来的车，他们说过两个时辰以后要增援两个队的兵力来。我的天哪，他们的增援部队一到，那咱们就更难攻了。可不是吗？这怎么办？快回去跟石善来报告一下吧。好，走走。将軍閣下、お方と斜めの専門家、牢城に到着しました。皆さん、ご苦労様。わしと、領主のコースリカ、皆迎えに来た。話はここまで。諸君、早く、捨ての位置に、信用してくれよ。はい、皆さん、指定位置に進め。早く早く走れ。石大哥，哎呀，两个中队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。是啊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是我在仓库门口听到的，是黄国良派的人跟门口的哨兵说的。石大哥，你之前说的对，我们真的不能再等了，再等黄花菜都凉了。对呀。
是秀琴没回来呀，他临走前一再交代，让我们按兵不动，按兵不动，不要轻举妄动啊。他都不在了，你就负责指挥吗？要不然到时候增援来了，这仗就更难打了。石大哥，货都上房了，不能再犹豫了。石大哥，我后这里条命也给你干。山来哥，我们出发吧。石大哥。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出发，走。甭找了，肯定是擅自行动了。走，拦他们去。走。行了。外面掩护你们，万一敌人来了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声。
这怎么好多箱子都是空的呀？这，打开。就赵白露一个人，他不会死了吧？
小心姐，奶奶的，又是这个狙击手，我跟他拼了！别冲动，快带着大伙转过去。任来哥，你照顾好刘科长，这些人交给我们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别啰嗦了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来掩盖他们，这儿地形我熟，我有把握。走啊！不能错过我的牺牲，这是命令。走，你小心啊！走，快走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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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是那个。 小刀跟那个狙击手干上以后，你们就跑。那你呢？对啊，不用管我。 山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把车放下，别放，臭石头，别听他的，往这儿打。放下！别放。好，我放下。 别放！
我坚持住，你给我坚持住。我的妈，放下。有什么话回陈层再说。我快不行了，你是想让我死不瞑目吗？小心。莎拉，一定要替我完成任务，这关系到龙城和整个新四郡的安危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你给我保持体力，咱们回陈村，到了陈村养好伤，我就把你给娶了，我让你成为我媳妇，我让你穿上婚服。你穿上婚服一定很好看，我要让你给我生孩子，我能生一个，要生你给我生一大堆一大堆的孩子，我那帮兄弟们还等着喝咱们俩的喜酒呢，你给我听着。结婚穿军装，莎拉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山，这水，像不像你向我求婚的地方？就是少了座桥。那桥就在前面。我带你去。这桥我怕是过不去了。上来，这挺好，咱们终于可以好好的说会话了。把我带进了革命的队伍，只有跟着党，跟着新四军，才能走向光明，走向胜利。我没有看错你，莎拉，莎拉。你刚才说娶我，再说一遍，我想听。我要娶你。再说一遍。我要娶你，我要你成为我媳妇，刘牧都是我的媳妇。小心。怕是来不及了。我想成为你的媳妇儿，可是来不及了。闪来的媳妇儿，不许，不许叫我刘牧童。小心，
小青，这不是药吗？能搞到吗？呀，有点困难。小子，你应该明白，大日本帝国缺的不是金钱，而是人的性命。明白，我尽量。能搞到吗？能。小赵川，我相信你能搞到，要不然你有何脸面去见你那没出生的儿子？小子，この薬のこと、お前早くやれ。頼むぞ。はい。哎呀。はい。Thank you.
九成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去办点事儿啊。我听说新四军跟黄国良在盘霄山打了一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知道，是我把石山来那小子要挟我偷密函的事儿告诉了黄国良，他提前在盘霄山设下了埋伏。什么？那石山来他怎么样了？死了。白明，你怎么对了？啊，别人死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这个畜生！娘，嘿，娘，来人！你现在彻底把我燎原了，不能！行了，我知道了。
他怎么样了？给他烧了三碗面了，还是不吃。你刚才说娶我，再说一遍，我想听。我要娶你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要娶你，我要你成为我媳妇儿，刘牧都是我的媳妇儿。秀琴，怕是，怕是来不及了。我好想成为你的媳妇儿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还得给他下面去。爸，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。